谢谢你了，尹老板。就这些。嗯。我要喝汤。请。你不得用行动表示表示吗？喂我。啊。还疼不疼啊？你自己试一下呢。是我对不起你。要不这样，我给你读一个月的书作为赔礼行不行？一个月不够，起码两个月。行，成交，两个月就两个月。那谁让你大半夜不睡杵在我面前跟个鬼似的，我还以为。以为我什么？以为我对你图谋不轨？哎，你自己说的，我可没说。顾兮兮哪来对自己这么大的自信？啊？疼！不许人身攻击我。谁人身攻击了？受伤的人是我。你干嘛去？换一个少爷。让宋妈送上来，你继续给我敷。